是洗澡，一位专业蹭吃员。好，我要带你吃辣菜。一饭出题，上菜。没了，没了。您有新的蹭饭订单，请接单。来活了。哦吼！哎呀，就是这儿。你好，我是。快快快，等你半天了。就他天天坑我，今天他请客吃饭，你帮我蹭回来。好，没问题。小明，这是我嫂子。来人了，那我再下个菜。好，来服务员。不用不用不用，我有。来，嫂子，不要客气。这也不够吃呀、啊！来，再来个菠萝。这天哪有？菠萝。来，吃饱了，咱们走吧。哎呀，吃不太快，没事，可以扫码。手机没电，我也充电线。老人机，倒着吧，可以打电话。我太难了，兄弟，下次还走。